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小曼。每天晚上24点之后，就会在 YY22958 陪伴你一起度过电台时光。如果你有故事，也可以倡导人生，欢迎来到我的房间，跟我一起分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段美好的电台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多久不想太多，彼此之间好像只剩下了寂寞。他说要成为一座海，自己有千百里潮水奔涌，要爬上雪山去烧烤，要开着渔船追落日，要七老八十写情书，要飘过冰川看极光，知道你在远方，希望你到达期盼的生活。想看的花都有人种，想喝的酒都有人酿，想去的城堡都轰然开门，想穿的衣服都裁剪正好，想听的歌时光为你唱很久，一旦相逢天荒地老。那些对我来说重要的人啊，我希望你再待一会儿，看起来就像永远都不会走，可以抱着爷爷送的第一只风筝，炊烟下奶奶从容变淡的笑容。恋人的列车还在开往人生的路上，相遇那天有个冬天的气球飞向夜空，我希望你再待一会儿，看起来就像永远都不会走，每天清晨都能对我说一句爱你，自始至终。他说你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，区分开坚持和固执，对自己不失信，喝想喝的酒，说想说的话，见想见的人，想来想去，总有千万种欢喜。你看，这年复一年，春光不必趁早，冬霜不会迟到，相聚离别，都是刚刚好。往世界的深处走去，坐自己的那节车厢，你所经历的全部不可代替，每一天都在午夜变成往事，你要把它们装进成册，一路生老病死，你所去的都是应该去的，生命中让你恋恋不舍的还有很多在前方，不用停止，不用怀疑，这就是你。而我就在这儿，什么地方都不去，我喜欢你，想生活在以你命名的朝代里，像你遗失的子民，每夜修补一个盛世，人们山南水北，人们各奔东西，我不辛苦，我可以，我喜欢你，晚安。人都说没有故事的人不足以谈人生，没有在深夜痛哭的人何以谈人生的滋味，所以如果你有故事，来2528小小曼在这里等你。